哟，听音乐呢。哎呦，二哥，我们听的音乐，您不一定喜欢听。嘿，什么不感兴趣？不交响乐吗？又不是聋子，我可以听啊。不是交响乐啊，变得真快哈。二嫂，这张唱片是美国著名的作曲家科尔波特的作品集。 他被誉为本世纪上半叶最浪漫的歌曲作者。嗯，听着，这首歌是挺好听的。可是我也不懂英文，都不知道他在唱些什么呀。您不懂英文没关系，我可以翻译给您听。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《在深夜的时刻》，歌词大意是：在深夜的时刻。 我凝望窗外，月亮高悬，我的思绪不由自主飘向了你。哎，丽姐，你干嘛呀？你身子像蚊子似的，我还在这儿，我听不见，大声点儿。在深夜的时刻，世间万物蛰伏，安眠。 时间不再流动，我想深情地对你说，你是我人生的全部，你让我美梦成真。哎呦呦呦呦呦！你看看丽文，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你说这杨文拽的也太酸了吧？啊，二嫂。 可能是因为我的英文翻译能力太差，不如这样，如果您对这些音乐感兴趣，我可以教您英文。你如果会了英文这门语言，你就可以了解所有跟英文相关的艺术作品。听首歌还学英文呢？学英文是还蛮好的，但是你看我也没什么悟性，怕是学不会。对呀，啊，你们先听着吧。 我逛街逛的也有些累了，我先上楼休息了啊。哎，我马上上来啊。哎，丽姐，你说这歌词还真好啊哈，在深夜的什么什么夜，明月高悬，你就凝望窗外。我累呀，我在帮你二嫂。 这捶腿呀、揉肩呐，我可累了，你多浪漫呐，啊！我会想你，我想去找你，可我不能，你别怪我。 累吗？还行。我今天跟李杰去找到那个红房子医院的戴医生，他的技术不比那个唐医生差，所以呢，我想说明天咱们就去挂个号，让他看看。明天啊？啊。明天不行，明天跟丽娜约好了要陪她一块去买布。哎，明天又去？丽娜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你挺着个大肚子，天天陪她去压马路。 他是想帮妈买几块好一点的布料。算了吧，你明天在家休息，我跟他说一声去啊。哎，你别跟他说，一会儿他该不高兴。不高兴又……你是我的神。 你在干什么？我没干什么呀。我的夜半歌声把你吓着了。
我是在想，李杰就天天给这孩子放的都是英文歌，他根本听不懂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唱中文歌给他听。睡吧，你睡吧，我小声一点啊。不是，那个周璇的歌调子那么高，你唱也不合适吧？哎，是的，我就唱不上去了。换一个吧。嗯。我看报纸上面说，要多给孩子交流，唱歌也行，讲故事也行。那我给他讲个故事。啊，我声音小点。你看着我不好意思讲。闭上眼睛。儿子，爸爸给你讲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叫曹操的叔叔，他有一个朋友送给他一个很贵重很贵重的礼物，就是一头大象。大象是什么呢？就是鼻子很长很长的一个动物。但是呢，他们不知道这个大象有多重，怎么办呢？曹操叔叔呢有一个孩子叫曹冲，他就跟他爸爸说，我可以让你们知道大象的重量。我想跟乔治才离婚。我是为了孩子才跟他结婚的。我怕孩子出生以后没有父亲，会被街坊邻里笑话。乔治才很理解我，他一直帮我打掩护，甚至从心里把自己当做孩子的父亲，每天都很关心我，关心孩子。我嫁到乔家以后，乔家每个人都对我很好，因为我怀孕了，他们每天都变着法子对我好。可是，小光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本来我应该顺理成章的跟你在一起的，可是现在我每天回乔家，都要一直对他们撒谎，我这样真的很累。我不想伤害他们，我也不想每天那么心虚，我受不了了。对不起，让你吃苦了，是我不好。你别这么说，我没有怪过你。我不能不怪我自己，我也想把你接到我身边来，我也想给你好的生活，像他们对你那样对你。可我现在就像个活死人一样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身份，我还不能被人看见。如果我早点发现那个内鬼，今天就不会是这样。我现在每天收集情报，但收获十分有限。你现在还不能跟着我，你跟着我只会吃苦。我不怕的呀，小光，我不怕的，我不会拖你后腿，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。你不要再让我过这种生活了。让我再想想。你还要再想什么？组织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乔丽姐。妈。哎呦，我的好女婿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
丽文怎么样啊？你有没有给他找新的医生啊？大夫已经找好了，您就放100个心吧。哎，真让我放心啊，你就应该把丽文一块带来。他不是跟丽娜去买布去了？买布？啊？丽娜？啊？他没去啊？楼上睡觉呢。我原本是想，等到一切尘埃落定、水落石出的时候，再来找你。可眼下，组织的归心计划就要暴露了。什么计划？组织拟定帮助最后一批滞留在广州、上海的专家人才跟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。这场大型行动就是归心计划。但是据我所知，这个计划已经被国民党的特务知道了。那你应该向组织汇报这个情况。我想过跟组织通报这个情况，但是我再三考虑，我否定了这个想法。因为我一旦回归组织，就等于回到了那个我在明敌在暗的处境里。谁知道那个内鬼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行动？这么重要的计划外泄，肯定也是那个内鬼所为。对。哎呦，丽娜，你怎么还在睡觉啊？你想睡觉怎么了？哎，你不是约了你姐去买布吗？买布？买什么布啊？你姐说你昨天约了买布，她都出门好久了。买布？哦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！姐夫，你看，我是刚睡醒，我脑子还不太清醒呢。对对对，我刚刚约我姐去买布，然后我不舒服，我就让她先走了。啊，对，你让一个人去啊？啊！哎，丽娜，嗯，你敢让姐姐自己去啊？她现在都不易出门的，以后别一天到晚的拉你姐姐去逛街啊！我哪有一天到晚的叫她逛街了？哎，丽娜，不是姐夫说你不应该约你姐逛街啊，但是这个最近频率太高了，前天看电影，昨天逛街，今天买布。你姐身体不是铁打的，肚子里面还有小猫头，你就体谅体谅她。我知道了。好了，你别送了。哦，今天的事你别不开心啊！啊，哎，姐夫，啊，嗯，还有事吗？我被毛六爷经济制裁了，你知道吗？经济制裁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所有的酒局、饭局、应酬，他都不让我去了。怪不得你不开心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可以帮你想办法呀。姐夫，你最近跟我姐还好吗？当然好了。怎么了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啊，没有，我姐能跟我说什么呀？我这不是瞎担心吗？都说孕妇激素失调，脾气不好，我就怕她。哎呦，你姐就是那样子，有点小脾气，我随她，再想肚子里面有个宝宝。好了，六爷那个事儿交给我，我帮你想办法。我一定能有好办法。好，快进去。六儿，哎，不，你怎么没给自己买东西啊？啊，没关系啊，丽娜买的多。丽娜要不是生病没出门吗？我是说我帮丽娜买的多。哦，你怎么知道她生病了？你去过我家了？是啊，我去看一下咱妈，
送了些奶粉，刚好碰上丽娜。你跟她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呀，我们就随便聊了一下。哦，我就跟她说，我说你别老拉着你姐去逛街，你累。她也没生气，完全没生气，她还特体谅，说以后一个人去逛街。怎么了？我说过了，以后我的事情你少管。丽文，你下午那块毛料多少钱买的？2块美金40。啊，这么贵啊？哪里买的呀？杨记不说，怎么跑那么远去了？杨记的料子哪里好了呀？而且咱们弄堂外面的老谢裁缝店，那些料子比那块厚得多了，而且2块美金可以买8尺了。大嫂，其实毛呢料的厚薄跟价钱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如果这个毛呢料里面含有昂贵的开司米，它即使很轻薄，也有可能价钱很贵。对呀，李文给我买的布料啊，肯定有开司米，那摸着呀，手感就是不一样。不过李文，你现在身子不方便，不要跑那么远去给我买啊，心意妈领了。妈说的是，主要这次也是难得嘛。啊，好。张先生不愧是传说中的64513特工啊，潜入共党内部几十年，最后还能金蝉脱壳，令毛某佩服。六爷的大名我也仰慕已久。调查怎么样？思南同志是怎么遇害的？怀深同志说尚不能确定，目前看不是警备司令部的动作，但保密局内部也没有跟进。思南同志这桩事故如此突然，实在让人警惕。就怕是冲着归省计划来的。思南不在了，我们的动作又要放缓，留给我们团结争取人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水利专家徐泽文、电力专家楚辉、城建专家肖英珍那边跟进的怎么样？都已联络到位了，就剩下乔丽杰了。不知道六爷对未来怎么打算，是不是有兴趣添加几笔政治资本？说到了政治资本，想必张先生已经知道了归省计划。六爷请说。二嫂，您跟我说我之前放了英文唱片您听不懂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所以今天我准备的是中文的龚秋霞的歌集，旋律很优美，词作也非常的诗意，我相信您会喜欢，也适合胎儿听。您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我最喜欢的船歌，因为在以前我在麻省上学的时候，不是做实验就是写论文，唯一参加的活动就是去查尔斯河上划船。张先生对乔礼杰应该有把握的。看来六爷对张某了如指掌，张某愿为六爷效力，所有阻碍我计划的人我都会一一除去，以绝后患。
对计划有帮助的人，也要人尽其用啊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六爷，Baby Luce，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听过贝比鲁斯这个西洋词儿呢？贝比鲁斯没有听过。怎么了？没事。Apple。二嫂，第一个音要饱满。Apple。Very good。来来来。哎，志才，站着干嘛？一起吃点水果。Apple。不吃了，妈，我楼上灯泡坏了，你们学吧。来，你们俩吃点苹果，刚洗干净的啊。谢谢妈。刚才你让李杰再教你说英文啊？嗯，真好，幸亏啊，李杰还能跟你说得来。我看他这两天心情好多了，对吧？妈，你想学吗？想啊。你看啊，刚刚我们在说 apple， 然后妈你就把Apple 端过来了。我喜欢吃 Apple， 对不对？妈妈说的真好。Apple。喂，丽娜，今天有时间吗？我们见见吧。啊，正好，姐，我也想跟你聊聊。那，右黄浦公园好啊。行，一会儿见。哦，对了，你别跟姐夫说，又是跟我一起啊。他把你宝贝的跟什么似的，回头又该批评我了。知道了。好嘞，一会儿见啊。二少奶奶，你出门啊？去买些卷纸。哎呀，我去就好了嘛，太太都吩咐了。二少奶奶，你得多休息，可不能累着你了。我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就是去散散步。医生不也说了，孕妇还是需要一些适量运动吗？二少爷，你跟二少奶奶吵嘴了？姐夫是说了一些话，他说了一些特别莫名其妙的话。他说让我不要每天都叫你去街上逛街，还说我一点都不顾及你的身体。还是不了解情况，对不起啊，姐。姐夫不了解情况，那你就把情况讲讲清楚嘛。你每天干嘛去了？
还要我来背锅。我就是在家待得太闷了，大家又特别关心我，越是这样吧，我就越想出去压压马路，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他们说。就算什么都不买，我也开心啊。姐，嗯，你跟我都不说实话了吗？我说的就是实话呀，我真的就是出去压压马路。那个男人是谁啊？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什么男人啊？你说什么呢？那天我都看见了。妈给你的酸奶，让你补补身体。二哥，来看看我们的趋势图。什么趋势图？我们给二嫂带来幸福指数的趋势图啊。目前你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凭什么你那么高，我那么低啊？最近我为二嫂准备了很多唱片，这些方面的幸福指数我贡献更多。再加上我现在教她英文，她的自我实现提高了，幸福度也会提升。二哥，如果你再不行动，你的分就远远落后于我。如果最后我到达最终加权平均值80分的时候，我就赢了。什么什么权？什么80分你就赢了？你以为让人幸福是打篮球呢？一分一分加上去你就赢了？你辛辛苦苦的一分一分的挣，而我却更了解丽文，给她想要的已经命中。最后谁赢了？是我赢了。桂芬，怎么了，少爷？晚上帮我加两个菜啊。是用来哄二少奶奶的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还说没有吵嘴。那个男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啊？姐，你不是挺喜欢姐夫的吗？是不是乔家的人对你不好啊？没有。哎，你是不是受委屈了？没有，他们对我挺好的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丽娜，以后这件事不要再问了。好，这个事情我可以不问。那以后你也不要再拿我当借口了。你出去约会对得起姐夫吗？反正我以后是绝对绝对不会再给你背黑锅了。黄梅烧排骨，还有葱油烧鲫鱼呀。今天什么日子呀？桂芬，做这么讲究？这两道菜呀，都是二少爷特地嘱咐我家的。话梅开胃，正好应了二少奶奶现在喜欢吃酸的口味。还有葱油煎鲫鱼，也是二少奶奶在娘家最爱吃的。二少爷生怕我做的不地道，一直在锅炉边上看着指点我呢。这，六儿，尝尝吧。二弟呀，你太会疼人了。那是，今晚我们大家呀，托了弟妹的口福啊。来来来，丽文，哎，妈您先吃。你现在这个时候要多吃啊。谢谢妈，这些够了。快吃。还行吗？味道。哎，丽文，哎，丽文。舒服点没有啊？要不要喝点白水？不用了，妈。桂芬啊，桂芬，哎，快
给二少奶奶煮碗面条啊，多放点菜叶子，少加盐，清淡一点。哎，我这就去。要不要喝点水？嗯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丽文，吐了啊，难受吧？哎，我听人家说怀孕了，过一阵子之后不就不吐了吗？你怎么现在才开始吐呀？你懂什么呀？怎么样？没事了。儿子，那如果你今天不舒服的话，英文课还上吗？要不您早点休息。不用了，上课还是蛮有意思的。嗯，妈之前不是也想学英文的吗？对呀，我是想学的，会两句英文，以后有机会去美国看李杰，还不至于当哑巴嘛。哎，我也想学啊！我要是会英语，那工资比别人高好几个档。对呀，那就大家一起学好了，人多还热闹一些。对呀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好，好，那太好了。三少爷，我能跟你一起去学吗？哎呀，好啊，学学学，赶紧煮面条啊！好好好，我这就去。李杰，我还真是有点紧张，这都好久没有学过东西了。李杰，我们脑子反应没那么快，你可别嫌我们笨啊。不会，就是妈年龄大了，不知道记忆力能不能跟上呢。可以的，妈请坐，我们慢慢来。快快快，来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英文课学一个单词，就是这个图上这个单词，这是桃子，英文单词叫 peach。peach， 桂芬。peach， 脾气。桂芬是桃子，不是脾气。脾气。peach， 慢慢练习，好吗？那除了这个单词的第一层表面的意思是这个图上的桃子之外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用法。比如说，如果妈妈您最喜欢的水果是桃子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英文说 ，my favorite。Fruit are peaches. My favorite fruit are peaches. 对吗？妈，你说的好好。真的呀？妈，您的读音可圈可点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姐夫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嗯。丽娜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郁闷呀，所以我出来吹吹风了。干嘛郁闷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被毛六爷经济制裁了。哦，对啊。那解决办法帮我想好了吗，姐夫？已经想到了。那你还不赶紧说说？现在。嗯。它还有第二层意思。它代表颜色，比如说大嫂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就是桃红色的，也可以用它来表示。我们可以说 a peachy sweater， a peach sweater。您的发音非常好。哎呀，我们还有一种用法是来赞美一个人是非常可爱的。举个例子就是二嫂，我们可以读成是，丽文 is a perfect peach。丽文 is a perfect peach。 丽文鼻涕 peach 鼻涕。要解决毛六爷对你的经济制裁，最主要是要了解毛六爷的弱点。毛六爷是一个多心多疑爱吃醋的人，再加上他特别喜欢你，所以呢你就我就可以怎么样？你就姐夫，你到底想好没有啊？我当然想好了。你这样，你这两天呢，散布一个小道消息，就说美国的大财阀跟你交往甚密。什么史密斯先生，什么华尔德先生，你随便找个名字啊。最主要是什么呢？细节别提，啊，一定要搞得云山雾罩的，既像假的又像真的。这样。毛六爷就会放过我了吗？你听我说嘛，关键是你现在出去的时候一定要盛装打扮，戴上最好的项链，
钻石戒指，特别是给小费的时候，一定要大方，给美金。那我过得这么好，不是更没有人过来请我应酬了吗？那六爷看到他封锁你之后，你还过得这么好，他就不封锁了，他会改成吃醋了，他有可能会找其他方法来讨好你啊，你自然就把这个套先解了呀。姐夫，你简直呀就是六爷肚子里的蛔虫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这样子像蛔虫吗？我再怎么样，我是胡狼。胡狼，专治毛六爷这种笑面虎的胡狼。姐夫，你这怎么弄的呀？我也想弄。这样，哎，这是耳朵，这是嘴啊，看没有？啊，这样。耳朵，耳朵，耳朵。哎，哎，像了，像了，像了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小声小声小声，你一叫起来比我声音大，把大家都吵醒了。好了，今天就上到这里，明天我们再学新的单词，下课。哎呦，都九点了，时间可真快啊，过的。哎呦，九点了，哎呦，那我得回房间了，我那兴起军策还没听呢。哦，桂芬啊，快给我烧点水泡个脚。李杰老师，我明天还能来听课吗？好啊，太好了。二嫂，来，我来帮你。啊，谢谢二嫂。哪有老师谢学生的道理？真的要谢谢二嫂，你给了我当老师的机会。我也知道，你是在故意调动我。通过教英文的方式跟家里人交流。您以前一直说，我就活在实验室，不知道这个真实的世界是什么。当时我很惭愧，我也想改变。今天我很开心，我没有想到教家里人英文，我很温暖。你会这么想，我很感动，但是这不是我的功劳，是你自己的潜能呀。以前我们都不知道，原来你会这么有趣，这么会讲课。其实有时候啊，我也担心你会不会太孤单了。你说这段时间你在家一个找你的电话都没有，你的朋友都不联络你的吗？除了云甫之外，我其实没有别的朋友。